Hello，大家，好久不见的 Weekly，好久不见的 Weekly Vlog，我已经说不清楚这几个字了。因为之前几周都没有在录，因为觉得比较麻烦。但是这周可能比较忙吧，然后想说录一下，应该会比较好玩。好吧，其实应该也不会好玩，因为这周呢，马上来的这一周是我们的 midterm。然后 midterm 完了之后，我们就放春假了，因为我们学校放假时间跟其他学校不太一样，所以呢，这周刚好应该是我们很恐怖的一周。那今天是星期六，我打算去吃个好吃的，然后去看电影，因为新上了那个 Captain Marvel 的电影，然后我也就没有去看，所以今天想说放松一下，然后明天回来开始要写作业了，好苦啊！因为我周日开始就有要 due 的作业了。那一会儿见。那个试穿我的衣服，企图偷走。其实这真挺好看的。你要偷走吗？嗯。指挥科，可怜的音乐声，完了，忘记 Q 了。Fashion 的人，另一个 Fashion 的人，不 Fashion 了我。今天星期天，明天因为我们都在 midterm， 所以明天就没有课。我今天就是学习了一整天，下午练那个指挥作业已经把我榨干了，那我就准备睡觉啦，拜拜，晚安哟。我现在去做理疗，给大家看一下。极度邋遢的我，这已经是我不能再邋遢了，就是妆也没有化，然后戴个眼镜出门。那边有两辆警车，刚刚突然停在那里，不知道学校发生什么。天哪，我真是困得整个人都不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30，然后我现在要去上我的早课。今天有一个 midterm 一节课，然后我在干嘛？我在说什么？好吧，我去上课。现在是一个安静的下午，我准备安安静静的吃个水果，然后看一会儿这个浩瀚船在学习。不知道是不是黄桃的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黄桃超级好吃，
如果家附近有卖这种硬的话，一定要去买，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好吃。我现在又要去上课了，那去考一个试，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天气有多好，阳光的波士顿，太阳。Midterm 时期的早饭，好可怜哦，苦苦的刚准备开始写作业。快乐的学习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我现在要去上课了。我现在又准备做西红柿面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童年的回忆。今天是改良版的，把菠菜换成了黄瓜。家里没有老干妈了，只能这样吃了。夜深人静，我本来想去健身的，然后又健身失败，刚刚点了一个炸鸡。蜡笔起再重新熬一遍，马上上火。我刚刚考完一门试，然后准备去溜达一下，然后再考下一门。也太好了吧！我要穿裙子出的门。噔！我现在考完，我最后一门 midterm 了，然后我现在要去吃饭了。拜拜 Berkeley， 假期回来再见。说再见不难，就别问是谁。心想说出来，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热喜欢热喜和唏嘘。Arrived. Oh yeah. Yeah, sorry. Hello 大家，我现在来到了一家餐厅，然后是吃怀石料理。大家，我现在刚刚在机场刚 checking 完，我现在还有两分钟就登机了。我先飞伦敦，然后从伦敦再转机去法兰克福，然后我的春假就正式开始了。我真是不懂我们学校为什么其他学校的春假都已经放完了才给我们放，导致我每年的春假就没有办法跟其他学校的朋友出去玩。那么，我先下电梯了。
我要去赶飞机了，我已经开始登机了。Bye guys， 我们下星期见。